各位姐姐辛苦啦，感谢三十位姐姐带来的精彩出品表演，马上公布三十位姐姐的出品竞演排名啊。前十五名的姐姐进入乘风守擂组，后十五名的姐姐进入破浪挑战组。哇，那我肯定是破浪挑战了，我们就等着逆袭吧。我肯定是破浪挑战，我们都在一起。他的分高啊，你的分高，不会的，不要。下面请看大屏幕。哎呀，大屏幕，哎呦，哇，第一谁？梓潼。我第五，两个并列第五，你是第十。哎，你跟唱，你跟比唱，嗯，哇，我十二啊，十二有很多，十二并列吗？啊，并列了好几个人，对。我的白色，我在波浪，我十六啊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、啊、我在第几？23。啊，我在23，还不错。珊珊，加油！难兄难弟，好，现在要请姐姐们根据自己的成绩入座两大阵营区，红色座位为乘风守擂组的区域，白色座位为破浪挑战组的区域，所以请换位。我们还得挪。哎呦，霞霞拜拜。加油加油，我们过去了，姐姐不送了。慢走啊。挡着挑战你们啊，我感觉我们得逆袭成功，我们必须要逆风。